家家有好事，马沙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 Zavi。大家好，我是英英。英英问哦，你做音乐按多年啦？有想过么？应该你为下金曲奖。我介你为得奖。哎呦，系错吼。系啊。唱按多一个，行家按多年啦，客家歌本客家地，客家妹越来越多好声音。喜欢的客家歌，不管是咩客家人吼，来对你当好。今本日啦，来准备一下，来香港听你 VFR， 我给你全部的金曲奖，觉得怎么样？你看一下。你也不爱联系吧？当然啦，名单都准备好，金哇，当荣幸吗？等一下来想一下，麦克风会，颁奖典礼嘛，好，麦克风升起来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。天意是白家金曲奖，客语歌手你会的有，我好紧张哦。我来，你看好吗？哦，你看，你看。你有你会好？你看啦，你看啦，你看。电视机头前好夹夹，好，我来看咯。好，还有，那张紧张莫看。赶快，赶快。还有，闪闪闪闪。得奖的是，谢谢，哎呦，得奖了还可以拿专辑哈！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们重现一下今日啦金曲奖颁奖典礼当杯哈那个情形，有没有什么无讲到感谢的话拢替他讲？那就想老替他讲，实在都是你怎么这么好 Q 啊？都是望亚台湾亚片土地嘅名嘅唔对啊，因为唔对都有天天的他案例。安利给某个人的伤，故说安利真有机会来做家家有好事。哎呀，累哦！你讲哦，他特别讲，于桥不能做客家人嘛吼。不过连两位帅哥后生也出唔系客家人，他们那天也有讲话嘛，对不对？来，王伟，就还是很开心呐、啊，对啊，就是但是会先把它放着吧，就是还是要往前。是，对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潘伟。麦克风，也是一样。再次谢谢家人，对家人最重要，对啊，一路上的支持这样子，耶！恭喜恭喜，拍手！你看张先，做得讲，这几年来，我知道TPA 这个基地背景，不单唱客家音乐，我知道拢所有的流行音乐比起来，无输的哦，吼，无输的好的声音。当然啦，讲到好听的音乐，一定要配好的声音，还有好些的料理。特别来讲，还有好些不单唱客歌手嘛，吼，当然还要煮菜哦，会讲哦。一起来听听，一起来听听，继续接来煮菜。等一下，我们不用送的方式，除了一片煮菜，等一下唱一下唱几首歌曲，你除非他不用送，做得吗？还是说你要先唱也是可以啊？来来来，好了，我们先做菜了，来来来，来弄准备啊，先做嘛该啊，都双瓜大。板烧哦，双瓜大板烧，你喺细细时间食咧系冇？系我婆婆教我。哦，你家娘。对，家娘教诶。其实系闽南嘅木瓜板。哦，你喺那边学当嘢？阿爸系苗栗嘅。爸爸系苗栗，妈妈喏。妈妈系台中董事嘅。董事嘅哦，阿婆教你以为闽南嘅，哇，好特别啊！出唱嘅音乐中央哈，来来来，开始走哈。双瓜大板烧的就是有两种不同的瓜，那我们请我们的古王，日本猫古王来先帮我们把这个。对，两种瓜啦，一种系你的客家话能有蛮讲吗？芒瓜。没有很多。内瓜，内瓜，对，内瓜，大的就胎内瓜，胎内瓜，大黄瓜叫胎内瓜，谁没有就内瓜，没有叫谁内瓜，胎内瓜，这一看就知道是谁，所以是内瓜。给你还蛮该，你滴毛？丝瓜，丝瓜，你滴客家话有蛮讲毛？你滴，很用功。菜瓜，菜，跟我念一次，菜瓜。我们可以叫它菜瓜，其实就是丝瓜嘛。你要很记嘞。说呛死哈，给你要喊几招嘛？该再分你，双分你，还给切下，
今日温敷液好冇？好啦，本意是啦。温敷液哈，本意给要切开冇？我今天用左手来切好了。哇，你是左撇子哦？真的假的？那你弹吉他的时候呢？弹吉他是右手。哦，好特别哦。哎，你可以做你的事啊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研究一下。我觉得有点可怕。你怕吗？哎，小心手哦哈！不知道的话找我好不好？我可以帮，我是切丝比较好吗？切细一点可以吗？切丝哦，你要切丝哦。不是啦，就是细细的，圆圆的。哦，圆的薄片。OK OK， 薄片越薄越薄。嗯，来相机第一团哈，可能感情应该要再培养一下。比较质量啥会做出来吗？油油哦，会做呀。是高啊。油，这个嘛，该记得做给菜，还烫青菜，很好。还有煎蛋，嗯。我爱问讲，你爱团名用不很多二本猫？二本猫。因为有你给那个室友就会喵诶。骂啥？骂啥？梦里呀，哎，你个团长。你个团长是啥？哦，你是团长，你现在可。伊为啊，我拢向前讲，伊两啥吼，伊两啥都唔要客家呢，两个西来唔要客家，你们俩不是客家人，做客家的音乐对你们来说有难度吗？其实难度的话，我觉得还好，不会太难，然后把它当成好像是在学一个新的语言来做就可以了。是，对，哇，看起来很够，应该够了哈，可以啊，很棒。好，来，很威哦，很强哦，你们真的是好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们来的时候有练习吗？这道料理？然后没有，其实没有，现在直接上在摸索。哇塞！而且我觉得他们来对节目是一大考验，真的，因为我们节目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来宾，等一下我们还要煮熟，太精彩了。我要搅开，谢谢。两颗都要搅开，对对对，来。你们试一下会联络吗？试一下，这么全会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来，然后放试一下会联络。那个半池演，有时候会约一起看表演之类的。哦，看表演。我跟古王比较常，不要古王，不要古王，我不是说你。哦，王伟也放一小池演。来，我帮你。你于乔说停就停，好不好？停，这样就停。对啊。好，这么呢？好啊，多一点好了。好，重口味。好。那给他球球哎，球球的客语要怎么说？用汤匙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是用手？用手。汤匙好像汤匙应该可以了，汤匙就可以了，就不用洗手了，就太妙，就不用洗手。你还要切什么来？我还需要切洋葱，黑毛。这个客语怎么讲？哦，虫条，虫条，嘿，虫条。那你顺便拜一拜好了。哎，你那瓜、假洋，还有哎，你诶菜瓜，哦。签是虾米假洋？从头吼头前梅都切脱，还有切咯，悠悠诶，悠诶就是细细。对，好，潘伟你好棒哦。哦，当然哇，很棒。当然，然后那个我婆婆说要把水弄干，沥掉，沥掉。看起来但有点难沥。这就整个都是湿的。那就是尽量沥好了。尽量沥，让它蒸发掉。蒸发。好，洋葱也切好了。那蒜头要切吗？要啊。好，蒜头交给我，就交给你了哈。好，问一下共，当初这个团是谁先组起来的？主要当时是王伟跟阿乔先认识。哦，然后后来再认识了奶涵，对，然后因为有一个比赛需要弄一首歌这样，然后我又再被找进去。哦，那你还记得你们合作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？真正的自由是，真正的自由，哎，跟出来唱两句嘛，阿 Ken 边煮菜边唱歌，对呀，我现在就是要帮开拓另外一个感觉，好，来用汤匙，哦，汤匙，对，然后把它用压的，一起好了，双管齐下，哇，
有没有跟做音乐一样一起完成？对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做菜耶。对，你们第一次一起做菜，真的。应该通常很多乐团应该不会一起做菜，应该没有多少人会一起做菜。乐团一起做音乐啊，对。乐团只会一起吃泡面。你刚才知道做音乐老做菜其实很穷用的。OK， 好，你用当地的哦，无穷用的单一的元素，我们组成一道好菜。没错。就像很多的音乐，必须要有吉他手。要有鼓手，要有贝斯手，还有一个很棒的主唱，才能完成一首歌、一张专辑，哈。呀，都说迄闽南嘅片，嘅片嘅料理，也系你家用自家发明嘅。闽南嘅料理，唔过不用系葱条捞。酸条，酸条，系我自家上爱用嘅。哦，自家用嘅系嘛？开火了，好，起火，起火 ，fire， 好 ，fire， 这真的很妙，洗手用，来，哎，嘿，嘿，俺料理，不用他多一些了，他多，嘿，多 ，OK， 呀哈，就加粉啦，好，你俩要加油嘛，超加油，来，加油。加油！那加几多分？加！我觉得音乐家真的很不一样。抖抖抖，再抖一点。抖。这样子。好。啊，这本。冷加阿希，混加黑马加粉。这个要再多一点。都可以耶。加用功。都可以。都做的。面粉。面粉啦哈。高筋、低筋、中筋都可以。都做的，看太搞是不是有干黑马加？但上爱快的呢。好。搅一搅。好来。然后搅一搅之后，觉得好像这个粉可以再多一点，就给它再多一点。哦。那觉得好像不够，就如果再捞出来一点。不行不行。哎，你把面粉倒去，你这有一种大阪烧或者是广岛烧的概念，还有韩国煎煎饼。对。好，其实做得很好，不用海。其实做得啊，做得了，来，不用海，这个跟棒子有关。听呢，加喽，慢慢的，对，不要太高。这样子。哎，抽。哇。那应该要在这个时候，好像要把它弄薄一点哦。食材当简单呢，食材当简单，不过你三下煮起了，哦，看起来有点难。好，你阿叔开始表下一件呢，哈。你得算是独立乐团，独立乐团在做音乐上面有没有真正碰到的困难？最难的应该就是广告这件事情吧。哦，就是让人家知道，真的，对，因为。宣传广告需要打中人心，对，然后让大家记住你们，我觉得这个可能已经超越写出作品这件事情了。盘子好，那我想一张来。好，那咪想要一个盘呢？好，来搬一张盘呢。好，感觉好像我们到什么？你知道到家聚会，我们客家话怎么说吗？聚会吗？对。聚会，猜大丢西，哇，这太难了，这叫大丢西，客语的就是到家里聚会聚餐，翻过去左右有点不平衡呢。潘伟可以吗？哈，你叫成功，多少枪？好，厉害，你是团长，我必须要说的是，我要讲的是，一定有压力，一定有压力，因为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你们身上，因为你们做到了，很多人都在听你们的音乐。那接下来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你要再做什么事情，在音乐上面？不过三个人啊，看已经差不多了，想爱私聊，先聊起来下。哦，那等一下再聊好了。再一下哥哥。好。来咯。哦，这边差不多。还想要那个白胡椒粉跟黑胡椒粉。好。哎，我觉得我神救援的比较厉害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呀，啊，因为我就是，我就不是专业嘛。哎呀，不要这样说嘛。妙手回春。如果我们都做100分，就不用来了。哎呦，不要这样说。就是要来老杂味先生、老音音先生客气。哎呦。好，更厉害。你要加黑胡椒跟白胡椒吗 ？Style。要一起吗？要一起，好来，好，让你耍帅，知道吗？同步录音的感觉，你说要这样子，最帅的，知道？
好，有没有？你左撇子的话就要这样转，好不好？来，对，好。哦，好乖哦。想打喷嚏的是，端起来吧。不你秀你动。嘿，那。哎，不用你们两个端，我们就让于乔来说说他给一些文泰卡斯的黑马盖。哎，我突然忘了，双瓜大阪烧。来了。看到一个乐团在音乐上的坚持精神，三公分乘以四公分，这个中间给它直接捏下去，又这就是蝴蝶的啊！啊，这个这样不是很好看？那另外一边也捏一下，真的。发挥创意的话，对，从中间切一刀，切一刀来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微笑看不见，你沉睡了没？哎，这么快啊，就转一下就好。对。老师，双瓜大阪烧了哈，来，老师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吗？爱熊二郎有富屋，哎呦，来，怎么好意思？金曲歌后帮我扶，哎，动作快一点，反正，有人说话，好清爽哦，很好。因为爱神是都会很奶瓜哎，这个蛋香跟小黄瓜竟然结合起来是这么清爽。哎，你好饿哦，是不是因为瘦了十公斤以后，现在可以放肆的吃？没有，你吃到真的很好吃哎。嘿，真的。不错。多吃，再多吃一点。可以可以。你改练你的丝瓜啊。它已经弄得很细，所以吃进去就入口即化。嗯，对对对，然后再吃一口小黄瓜的，就脆脆的，两边的口感不一样。然后那个丝瓜哈，是因为有那个洋葱的甜，我觉得丝瓜的甜就甜度提升。我们来问一下两位男生好不好？嗯，好。C line 是小乔于乔做的怎么样？直接打分数的话100分了。哎呦，哇！很会共发呢。先给来看，我跟你讲，他我觉得他设下了一个障碍，我要看潘伟要给几分。潘伟，他这个人比较浮夸，打分数的话99分。哎呀，但是加了胡椒100分。因为你们来了，我觉得家家老师这一集我觉得好好看。好，讲了那么多，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再做第二道。做等吗？好，通过第一关，听你到出来做嘛该。蝴蝶面灼。闽豆蛋菜 cheese 白酱，哎呦，给给了！蝴蝶面佐闽豆蛋菜 cheese 白酱，哎呀，闽南语吹闽南语哦，做吹吹闽都往太啥么腔样，对不对？刚刚有一种音乐的 feel 吗？如果现在要，哎，你们专辑都谁写歌比较多？阿乔写的比较多。阿乔来。梦里下个。来，用那个简单的1234567891012个字，就刚刚那个蔡明唱一小段好了，预备开始。蝴蝶面，做哎要做什么？我做什么啊？明豆，做明豆，耶、yeah! ！剩下要给王伟唱，来喽。崩溃，这样已经很厉害了。哎，有倒厉害吗？是的 ，TP 的嗓吼，做的有 TP 的灵魂的两位。王伟，不要输他，把后面蛋菜起司白酱加回去。装明的蛋菜起司白酱，耶！我很想问你 ，rap 你会 freestyle 吗？好啦，安东。好了，
可以吗？哈，可以哈。坐对，坐对。嗯、其实我觉得潘玮比较想要听，潘玮来一个好不好？做明的。走，他是不是一样？不是一样吗？不是一样吗？二次创作，好，二次创作，很会。这样好了，英英也很会创作。来，著名的 Go， 蛋菜其实白酱。你们真的是，好，周在，好，周对，周川，猫皮，周对哈，猫皮猫皮哈，哎，默契哈，好。董远来，你我卡做好面团的嘛哈，这个面团已经做好了。弟弟做羹的。他们做的面团，真给好厉害哦！而且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穿上那个厨师服装非常的合理嘛？这个很像是甜点师傅摆一个甜点师傅的 pose。实习生啊？没有没有，甜点师傅的 pose。哎呀，这个很像什么？热炒九九。热炒。然后那个像什么？黑老板娘。咖啡厅，不要钱啦！老板娘哈，还有那蛋菜，蛋菜出来你讲诶，孔雀蛤，孔雀蛤，你得泡嘛该？泡啥个？泡酒系冇？哦，龙虾嘿，有点出手要先去除掉一点。好，我们要先做什么呢？先来切好不好？切甜椒。哎，你喜欢吃甜椒吗？喜欢，很喜欢。这个面是你们揉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已经发过了。对，里面有豆干、多小麦粉。好，他把面揉开了。其实我会做红烧狮子头，哎。真的假的？清蒸鳕鱼，我还有炸薯条给我老公吃。炸清蒸鳕鱼跟炸薯条。等你讲做音乐的人一天要有相当的感情，起码该几年才上去做客家音乐。2015年就有看到迄桃园的客家流行音乐比赛。哦。好，以前你给你水滚呢，那神杀嘛该，那神杀台湾也神杀的呀。这个哦，直接煮就好了。直接煮哈，来，茵茵帮我们开火，谢谢。对。来。那一锅应该会很香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闻到了，你已经闻到了哈。谢谢老师，你还蛮会做饭火的。跟你讲台湾哦，而且嘛，要懂演呐。好，等一下不用捞面底白肚的黑毛。走。王伟，那阿乔跟你说他要弄客家歌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我的反应是蛮新鲜的啊，来弄弄看。对，然后其实也没有想特别多，对，就觉得创作是好事，而且是好玩，对，对不对？想讲看好了吃看呐，对呀、好，可是哦，哎，你还要切什么？一起切完吧。对，洋葱。接下来要切这个是洋葱。洋葱。这个面。我觉得你蛮厉害呢。我觉得你蛮有做菜的天分呢。哇，王伟。所以我搞不好可以转行哎。你要转行，说不定。那你们二把猫退休之后可以来。哦，退休之后是大概很久嘛哈。于晓，接下来你们有新的作品要发表吗？已经准 P I N G 准毕业哈。蛋菜这边滚了，所以现在要那就把火关掉。好，盖子好了。哦，要盖子。好。好，好了，完工。好，完工。这样不用再撒粉了吗？不用。好，那个葱头大概半颗够了吧？我们现在开始做面咯。差不多就是3公分×4公分。好。目视大概3公分。对，一个感觉。太多了。好，阿乔要教我们怎么做哈。这个头跟尾我们要很轻轻，要留着。要留下来哈。留下来。这个中间给它直接捏下去，用力捏，这就是蝴蝶了啊！这个这样不是很好看，那另外一边也捏一下，真的。好嘞，还没出后尾哦。噔噔噔噔噔。哦。好，还有配音的嘛？因为加 NDD Hellboy 有神州一系列哈，蝴蝶飞来飞去，很漂亮。飞。其实也有点像领结。像领结吗？好，所以你要。也可以是蝴蝶结。好，还有别的方法，还有别的面体可以做吗？有，发挥创意的话，对，从中间切一刀，切一刀，来，好，来切一刀，然后呢？切一刀之后，慢慢的哦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你也知道有很多像
余霞讲好旋转，对，跳跃，我闭着眼，真笑看不见，你沉睡了没？哎，这么快啊，就转一下就好了。对，转一下，要同一个方向。如果你再转回去的话，就回到原来。对对对，这样就。哎，你刚刚有轻用周一些的哈。猜好，咸猪猜。做菜可以看到一个乐团在音乐上的什么坚持精神哦。什么？我们就干脆把它做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鼓手要喊俺做的老某 Q 用的奶油。哦，你要先做酱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先讲，这是什么奶油？无盐的奶油。无盐的奶油。然后某盐哦，某盐，没某盐哦。某盐。某盐就无盐。某盐可以结局。嗯，黑了，还有这个是牛奶，好，牛奶，还有这个是奶鲜奶油，好，好，差不多可以了哈，来，起司的话，好，不用让底部堵起，好，那我们的那个明豆已经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你要烫面了，对不对？我要烫面，可是想说烫面之前。还蛮想要吃奇异果，可以切片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给水滚的哈，出笼的你加蝴蝶面不用下稀。那你要放橄榄油吗？好啊。来。那要放一点盐吗？哦，对，一定要加盐耶。你要不要很感谢我？真的。神救援。干掐。神救援。在立心上。哎呦，都干掐，都干掐。你去刚才我下有做过吗？在家里就煮阳春面就好了，比较，比较懒。你真的很好笑。亮啥 T 百周，第一次做菜吗？做了蛋挞算吗？蛋哇，蛋挞哇，我就说他是甜点师傅，你们不相信？嗯，那潘伟呢？炒饭。炒饭跟那个煎牛排，对对对，还有花椰菜。当他们女朋友还蛮幸福的、啊。我做过太多菜，我都忘记了。唔记得了。唔记得。来看一下面哈，浮起来哈。好嘞。好，浓面流起来，一早加油不用油哈，还有不用盐。油。啊，你面食起来属于咸食咩？其他还蛮健康的。嗯。什么？好，龙家下个恁哩个个调好个姜，不用下去，今日体会个不用下去嘛。哎好，来就让你了。好，展现一下哈。然后呢，还要放什么？洋葱。好。好。好。其实就是加点面个小土，半个奶油用片。我觉得要加点胡椒哈。对。好，按你差不多诶哈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盛盘咯，好不好？用汤匙盛盘，盛盘，他要来了，盛盘我来。盛好看一点啊，盛好看一点。盛好看的秘诀就是什么？就是不要把它盛满。很好，好，接下来呢？用一些嘞。哦，你不用哦。来动好食材哦，就加不用得会菜，加个姜嘞，出做得。譬如说我们刚调的酱多一点，可以淋上去；没有的话就搭配着吃。好，还有你的蛋菜，哎，你忘记了对不对？忘记了，唔记得，真经唔记得。谁哦？生意得会哦，所以拿出来要直接放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看你用你的创意盛盘。古王排塞啊！我这好像站到你的位置，排塞。好，团长，你吃到按钮做得吗？做得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哈啊！龙太大讲，我呛太大，说的很嘛该。蝴蝶面佐米豆蛋菜 cheese 白酱。
煮也会煮吗？该热就有点类似像日本的那种陶锅，该他讲就是用他那个石头的热度，让那个虾子熟。Rock， 九一五一撒上去，是吧？哦，哇，太爽了 ！Rock， 好，我都爱用哈，来加蛤蜊汁哈，它会有鲜甜的香味，会特别的，会让那个对，让那个虾子再吸收一下。蝴蝶面、佐敏豆、蛋菜、cheese 白酱，怎么样？哦，太害怕，很厉害呢。三个人，三三腌咩啊？一三腌好，做对哈，来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唔记得讲いただきます。哦，而且每一盘的面可能造型可能会不太一样。那没想到辣椒啊，冇用我的主攻。很暗红色嘞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白酱好像一定要煮过才会有感觉，因为就像吃意大利面的感觉，然后再加上它盘尾啊，哦，非常用力展现它的 muscle， 然后你知道它弄的这个真的很厉害，真的超好吃的，再加上王伟他很用心切的明豆，哎，你很饿哦？不是，因为太好吃了，觉得。丁丁要不要给你的？旁边两位小鲜肉一点鼓励，好好吃。我觉得那个面啊，很 Q 弹。嗯，对，出乎意料的好吃。对对，然后那个，我觉得阿乔很厉害，就是这个心机用得很棒。我觉得那个蛋菜用那个白酒这样子煮啊，会零 NG， 就很鲜甜。泡过哈。对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面会让我想要一吃再吃，哎，为什么？啊，那没关系。白痴，奶鸡改也是吃。你还没替一百糖到云云公兄，哎，赵博士你就给他调过来。抽啊！等一下，阿乔，你要留一点胃的空间。哎，怎么说？我要介绍一个超厉害的主厨给你们。哎呦，他可以特别为你们弄一个料理，然后呢是。当然一方面是恭喜你们得了金曲奖，一方面呢是他想要让你们感受到他的那个魔法，哎呦，然后还有他的手艺，还有他是一个万能主厨，哎呦，对，给他任何任务他都能完成，就像他们的音乐一样，包罗万象，对，给他唱一出来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来邀请这个五星级主厨，好不好？好，洪俊杰主厨，洪主厨。哇！来，拍照，拍照。可以拿脸吗？让一下位置给主厨。哇，主厨是金曲奖哦，小鹿鹿的哦，他们是二本猫乐团。好，来跟主厨好好的打个招呼哈。洪先生，以后，拜拜。主厨记得饮哦哈，懂贴片。民谣中又带有一点爵士，然后又很放松，而且特别是客家音乐很少这样的音乐类型。两样来推荐，本档都向亲朋友做得糖的新的客家音乐。当然了，对你来讲，做出来没穷样哈，有没有什么新的才刚音哦？说你是很厉害的主厨，他真的很厉害，他就接受我的挑战。有没有一道菜可以符合他们的身份，然后又符合你内心的小宇宙？燃烧吧，摇滚151胡椒虾 ，rock。哎，他们没有输你哦，你刚刚前面那个菜大概十几个字，这个也没有输你哦，这个大概超过你们了哈。哎 ，rock， 你有弹摇滚乐吗？没，不怕。哎，我们的菜有摇滚的精神，再讲一遍，我们就 rock 一下好吗？好了，快四招，预备，开始。燃烧吧。摇滚151胡椒虾来了，加共斗吼，哎，你的清新派对上我们的 rock， 再一次啊，预备起 ，rock， 哎，你们三个其实也可以啊，可以 rock 啊，是夜是不是？啊，清新派，耶，还有我们的 rock， 哎，师傅，我跟你讲，要师傅懂厉害哦。哎，你两啥纯麦盖音符，它都可以非常的圆满达成之外，而且还超高标的。今天呢，听说他做好了功课，金曲奖哎，开玩笑，哎，你嘿嘎嘎于后生有金石奖的话，他应该也是得奖者，金曲奖啊！来来来来。
面的耳朵挡好，很多燃烧吧，摇滚幺五幺，浮椒虾，浮椒虾，哎，这个很特别哈。去贴片嘛，干点么？来来，刚刚如何先目前买很多东西，T 百用多俩，用太个鸡色越好。哎，两多嘛干？哦，塔吉锅，塔吉锅，塔吉锅最主要是煮嘛干。这就有点类似像日本的那种陶锅、陶板锅哦，就像什么寿喜烧啦那种那种哦，还有当 TP 的就是哎，因唱首歌曲啊，一盘瓜，你怎么改？要杀骨啊！你啊其实吼，你去该水族馆，水族馆卖该要杀骨石头的，就是一般的石头，一般的石头就是它其实可以耐热度还蛮高的。金曲嘛，金曲奖 ，rock， rock 英文有慢龙 ，R O C K， 傻姑啊，那是有连结，有吗？有厉害吗？有没有厉害？有太厉害 ，ID， 那下次呢 ？Shrimp，Shrimp，S H R I M P， 然后呢？然后加跟 rock， 然后就变成了摇滚虾，没有。重要是虾子煮完以后红彤彤，就像他们当红炸子鸡，拍手。好，好，开始走来哈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鱼片是唔记得么？嗯，一五一哪位来？一五一是像我们如果又又去夜店啊，是该买深水炸弹的啊。深水炸弹是用151做，外面唔滴夜店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酒是什么。该酒精浓度70%几。哇！哦吼，乱快些，两神乱，小你杀头哈。其实因为其实冻简单吼。哎，龙太甲讲哦，你杀头一定要先洗过。先洗过。来，好，先来切。最喜欢看大厨切菜。嗯。怎么开始？我按我看。哎，你看一本没有？你讲哎，你看一本没有？你讲哎，你看一本。哦，日本包吗？二本包。哦，我听成日本包。一、二、三跟你，你讲是言啦。哦，一本没有。一本你啊。嗯。你爱泡水吗？哎，好。你看看你阿董伯样啊，天天师傅按你看你做出来，我大概就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。你要喝水吗？有冰的吗？他要擦汗。那个不用理他，就大火，就不用，真的不用理他吗？对，就是给他燃烧吧。石头会起来跳舞吗？等一下倒下去的话就会。哦，好。所以这个锅子是开中火，开大火。现在这个是大火，大火。然后放一些香菜，好，酱水哈，盐水也哈，盐水。好，全部分给泡水。那一般因为我个人习惯，我都喜欢看起来干干净净，所以我会把虾头剪掉。通常按呢还需要挑，譬如说挑肠子啊什么的，不是，那用血是不是的，哎，走到一个菜市场哦，卖个活的哦，活虾，哎，开始动过去，轻轻动过去，就动气啦，哎，动气，嘿。那可能日本没有俩得奖，他们应该都是买两只大龙虾，应该是去买新的乐器比较实际，对不对？真给有买啊。好，来，好，整理一下，动简单哈，好，来上吊。蒜头不用下去，胡椒，还有胡椒，像那些辣的味就不用下多的味哈。还有白胡椒，拍的，米酒，米酒，好，米酒哦，盐巴，稍微。这么爱用米酒，又要用一五一，因为一五一等下，就烧烤时会有个酒味，它会另外再有那个酒味。你看他讲话都有态度 ，rock 就烧烤烧。再说一次，烧烧烧。哇，哎，是这样吗 ？rock。不然，王伟来一个，你的烧过刃烧过，你会怎么说？烧一烧。那鼓手呢？有节奏感的潘伟来一个，烧一烧。好。师傅，你总不会弄来你
特别用的陶锅，迄穷用的差不多一年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像你陶锅，我们譬如说我们要养锅、嗯，这种需要吗？这种不用，就不太需要、嗯、材质的管理。不用。哦，好。好，其实我们就大概腌个5到10分钟。好，给杀下来，哎，做嘛该？等几烧？哦，等几烧？嗯。好，我有看到你特别准备你啊，黑马该，你啊黑马该。哦，现在也该蛤蜊汁。蛤蜊汁哦，蛤蜊汁。为什么特别要蛤蜊汁？我一般的清水不可以吗？因为等下哦，来哈贡就是用它那个石头的热度，让那个虾子熟嘛。嗯。那你再加个蛤蜊汁海鱼哈，它会有那个。鲜甜的香味会、哦、特别的会让那个对让那个虾子再吸收一下 哦，你用清水是没有办法，嗯，哎、欸，提升它的甜度，对对对，哎呦，上手了哈，哎呦，来，好，开始哦，开始了，注意哦，哎呦，挑战了，哦，挑幅嘞，哎，啊，要摇滚了，要摇，嗯，来注意哦，要等不下吼，少哦，水灵吼，哎，声音点位，送哎，来开始哈，嗯，不用喊音，哇，送好。通常一下夹掉的，差冇。嘿，我卡过。讲讲我一下子熟的吼。嘿。好。嗯，来了。你要带带起来。哦。哎呀 ，rock 啊。九。一五一撒上去。是吧？嗯。哦。哇，拍手。来。rock。好。多多爱用吼，来俩蛤蜊汁海。嗯。哦，林海一，好盖起来。哇，其实它是非常大气的一个料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就上菜了。嗯，然后它就会焖熟。嘿，哇，有没有闻到那个酒味跟那个胡椒？嘿，嗯，一般来讲是安尼嘛，哈。哎，十分钟结束了。好厉害！我以为坚持10分钟。你又紧张了，因为之前你15分钟出好菜，哦，他很厉害，他每个都15分钟帮我们出好菜。阿乔看到这个料理怎么样？有没有燃烧你的摇滚魂或你的音乐魂？他还在惊吓中，像在看演唱会一样。要帮你签名吗？要，拜托。潘伟，看到有没有？像那个演唱会舞台前面喷火的Magic， 好，二次创作。王伟，来。Amazing，Thank you。好了，我们就一起 amazing 好吗？来，龙太来，各位枪拍个什么？来，哎，等一下还有最后一步，还有是海参，我还我好急哦。等下火烈哈，火烈是哪一路？有啊，哇，火烈是兄弟。哦，咖喱厉害哈！你忘记我刚才做菜一定会色香味。真的，那有色，好不用海参。有啊，还用是，还用是冻酱的哦。好，嗯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这样就完成了。这个就是要很大气的上桌，很大气的吃它。可以端吗？可以。真紧哈，嗯，不要逞强哦。那端之前我们要精神喊话 ，rock 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给收太大，你们收的什么该？来，燃烧吧！摇滚151，胡椒虾。rock。有一种酒，你烧完之后它还是有甜味在，超毛蜜酒。然后这两最厉害，麻烦把肉吃下去，对不对？还要这样。嗯。要停一下，酒太厉害了，配上那个胡椒啊。嗯。冻香。冻香哦。就是觉得小欧好像活着的感觉。活着的感觉。哇，音乐人果然不一样，活着的感觉。好好吃哦，可以再一支吗？可以。两支可以。你刚刚是怎样？你是莲花指吗？来来来，给老师。好。
一定会吃到料头吹，就是大气啦。对，刚看到你爹领几位使节啦，然后整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大气，而且视觉效果非常好。嗯，玩它共动器耶。嗯嗯，动好。赵先生卖。好香好香。好新鲜哦。嗯。他们怎么播这么快？嗯，对，放起来。中间就是有点在幺五幺九像。有，有酒香，爱第一种嘛，用两种酒的。嗯，有一种酒你烧完之后，它还是有甜味在，超毛蜜酒。然后，这俩最厉害的马干，把肉吃下去，对不对？还要这样。嗯。好，停一下。因为啊，那个胡椒在外面，好厉害哦。嗯。我来先摸一下，哎，酒太厉害了，配上那个胡椒啊。嗯。冻香，冻香哦，系啊，香个其实个胡椒最酱辣，不过加红豆加种辣感觉冇咧，变到系个酒冻香，让我觉得让黑胡椒有个很特别的香味顶住，对不对？我们来问一下，点头如捣蒜，而且他刚刚一直这样，阿 Kel， 就是觉得小欧好像活着的感觉。活着的感觉，对，哇，音乐人果然不一样，活着的感觉呢。很好吃哦，可以再一只吗？可以，两只可以。潘玮呢？潘玮你觉得呢？觉得非常的入味，就那个虾子吃起来，咸咸辣辣的，然后想象感觉吃到石头的感觉。刚刚有吃到石头，石头的那个香气，那个香气，对对对。王玮呢？视觉已经先惊艳到了，然后味觉也满足了，很棒哦！你看看主厨多厉害，为了你们准备这一道菜，哇！以后就是燃烧吧摇滚一五一之二本猫之胡椒虾。主厨邓什么你呢？我又看到，也谢谢你们，甭来看到主厨那个一面。他之前来文青也来了，文人雅士也来了，然后15分钟的那个什么限时料理也都过关了，哇！我接下来真的不知道考啊什么，我现在是考你一边煮菜一边唱歌，要吗？做得吗？也是可以的。没事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，主厨哈 ，Vido 你得主菜，你可以唱一段你们的歌给主厨听吗？真正的自由很马该。真正的自由，黑暗的世界。就这样 ，Rock。后来讲希望，讲希望是到主厨的料理之后，有动到音乐的灵感，好冇？每当恭喜，二本猫，算是我们的光荣，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来当做出说自己的位，对伊的，我应该说我寄予很高的厚望，我有时候会觉得我给他们太多压力，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冇啦，我全都记得当努力啦，希望都做得做出很下多好听嘅音乐，不管很皮黑家音嘅出圈，听下来欣赏这么美妙的音乐，好不好？真嘅，谢谢你们。希望新专辑会继续来哦，好唔好？好，听着，想的是东西，想要做东西，出来加油，好事。来到像主厨了，都在忙，都在，什么一点哦，期待你们新专辑哦，好吗？各位好朋友，后生人呢是呢客家音乐，对你来讲，系咪？当神奇出像俺主厨，有啥是本地品尝的食材啊，还有料理底背度，请到新的灵感。好咧，想要有新的音乐，要有新的灵感，要看到俺厉害后生人还有主厨，所以抢到时间，速快点加加油，好食！欢迎国家乐意主席，张来了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二本猫。高兴今天来参加家家有好食，我们用做音乐的态度来完成了两道料理，之后我们也会继续用这份热情完成我们的音乐，喜欢我们的人欢迎上网搜寻二本猫 Urban Cat， 也可以搜寻我们的专辑光亮彷徨的闪耀年纪，你听错呗，继续上网大表家家有好食，你张来了再听